谢谢。你放心啦，你每次遇到问题，你不是都会想得到办法解决的吗？这一次难解啊，公司的员工都快没工作了，想到我这么多年辛苦努力的成果都要白费了，天哪！ 我好饿，你应该也没吃吧？我突然想到这几天我都没有好好吃东西，你陪我出去吃好不好？走啦。今天烧烤感觉很好吃。 你去吃，吃饱了。不行，你今天就是要吃到很撑，这样你就没办法思考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。这是我这几天烦恼下最大的心得。走吧。那你不喜欢求付钱？今天都我付钱。 发觉你真的蛮能吃的，我现在其实已经很撑了，我不行。你说吃可以忘掉烦恼吗？对啊。吃啊。我自己吃哦。好啦，其实我也吃不下了。<笑>那不然一人一半。好。 羡慕他吧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一向很理智，才不会这样呢。谈恋爱千万不能太理智，否则很难开始。想想你跟苏灿不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原地打转？就是因为失去理智，才会搞砸，而且我不喜欢素食爱情，浪费时间。有哪个画家是拿把尺在精准的测量？有时候要摆脱理性。 才能画出经典的作品。你这样把画画跟爱情比喻在一起啊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。你就是因为太懂了，所以这么理智，把恋爱的所有乐趣都变得很无趣。我想好好规划我的爱情，不行吗？看吧，你就是怕出错。但是有意外，有插曲，经历过各种考验，感情才会长久嘛。要不然养条狗算了。 每天喂它、遛它、吃饭、拉屎都在计划中，简单又不费事。你意思是你愿意投资爱与网吗？ 别把我的钱赔光了！谢谢你，我会让你失望。
油。嗯，因为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。嗯，也是。那边可能还要再加点杯。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可怜的苏灿哥，从一个当红的网红被打回原形，从头开始，只能回到这里打工。两杯黑咖啡，一个冰的，一个热。好，有客人。欢迎光临。我想点一杯 Special of the Day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帮你弄一杯今日苏灿特调。好，那你先坐这边。大半年，工作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新节目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决定要加入爱与我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。你又不吃，你这样身体会坏掉。再厉害的人也会有累的时候吧。那这样谁来保护你？我的肩膀紧靠。哭吧，我看不到。我喜欢你。其实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，太懂你的意思。可以再一次。